大家好，我是小 K，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场景、序列、跑灯的区分。我们打开这个，首先我先编一个 Q，先编个 Q。哎，我就应该在这里做个开关。开个光，发散，好，我保存一个 Q 在这个推杆上，我按清除键，clear 清除。我还是一样，选中这个灯边组，按开关，我往前打，点发散，发散完以后呢，换个颜色，我按保存键，保存在这一个，第二个，这个时候我继续按发散，换了个方向。还要换个颜色，我又按保存键。这次呢，我保存在第二个 Q 这里，它就会弹出一个窗口。那弹出这窗口呢，这些功能都是什么功能？我们先大概说一下，等会详细举例操作。第一个叫覆盖，覆盖就是现在现有的数值覆盖这个 Q。的所有的数值，叫覆盖，合并将现有编程器内要保存的参数跟这个 Q 的参数进行合并，更新它最后记录的这个编程器内的数值，就叫合并，状态合并，remove 移除，不是这个是对，移除硬值，移除属性，移除属性。属性就是你所激活的这个，保存进去就会移除掉。release 移除跟踪值最后一个创建多个 Q 我们点最后一个创建多个 Q，然后把棱镜给它开一个，开一个不卡的这个太丑了，换一个，把这个取消。棱镜打开以后，我又换个颜色，换成。换成这个 sky 天蓝，我按保存键。当我点它的时候，它就不会再弹出来了，因为它默认了最后一个默认了最后一个创建多个。这时候我又按发散，我又把它给发散回来。卡呀！这个电脑非常的吃显卡，就吃它的棱镜。好，一共四步。现在呢，我们需要编一个跑灯类型的，选中它，按开关，按保存，按了保存，按选在这里，选中第二步，按开关，按保存，最后一个，选中它，按开关，按保存，选中它，按开关，按保存，选中它，开关，按保存。开关按保存，我们来区分一下，什么是场景，什么是序列，什么是跑灯。第一个，一触发到位，灯光没有别的变化，不会运动，不会有第二步，这种就是一个场景，就叫一个 Q。第二个，有多步。第一步触发，第二步、第三步、第四步，有几个？这里一共有四个场景组成的，就叫序列。序列。那什么是跑灯呢？那我们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修改这一个，
在这个选项内，我们是点击黑色部分啊，黑色的这一部分啊，在选项最后一个功能这里有一个 cheese， 应该这样读，选中它以后，灯具这个序列就变成了跑灯，带有 BPM 起始 BPM 60 BPM 啊，而且颜色跟别人都改变，这就是跑灯。那跑灯怎么样呢？不需要你设置时间，它自动默认 60 BPM， 你一推起来它就动起来了。我推起来啊，好，推起来，你看它自己就会动起来了，这就是跑灯。那跑灯你发现没有，这个跑灯啊，我们想要的跑灯应该是亮，这个亮，这个灭啊，第一步灭的，但它都已经跟踪下去了，这是含有跟踪值，含有跟踪值。那含有跟踪值的这种情况呢，啊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在这个选项内，这里有一个跟踪，我们把跟踪取消掉。我们再看这个，啊，这回是没有跟踪值了，一个一个亮，这个跑灯，而且这个跑灯呢，速度可以自己修改，也可以做一个速度主控推杆，去控制这个速度，啊。这个后期再讲。然后呢，这三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区分场景啊、序列、跑灯的区分，他们每一个都不一样啊。这个只有一个 Q， 这个只有几个 Q 组成，这里是有多少步组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跑灯，当然相对应的一些功能也不一样啊。比如说我们这个 Learn 有一个功能叫 Learn 学习，摁学习，针对这个功能，我摁了学习键，我点击啊，这个要长按的，要控台按，要不然这样看不见，就可以用手的速度去点击让它学习的 BPM。所以说，但如果你是点在这 Q 这里有用吗？它没用，所以它们的区分呢、啊、是有区分的啊。但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改回来以后，就没区分，它又变成了序列，又是有几个，有六步组成的一个序列。那有六步组成一个序列，它不会自己跑，不会自己运行啊，所以要把它改成多步，它就会自己运行。而这个不改成跑灯，这个要怎么自己运行呢？啊，在后面章节会有讲解里面的一些功能设置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我重新编一个 Q， 重新编一个 Q 以后，我们来讲一下合并、覆盖、移除。移除跟踪值等，选中，开光，把位置调下来，按发射，发射好了。按个保存键，放个位置在这里。好 ，OK。我们保存，我们保再加个颜色吧。加完颜色以后呢，我们再加个棱镜。OK。按保存，保存到这里。清除一下。现在我们拥有一个 Q， 它包含了位置、颜色、亮度、棱镜这几个属性，在这个 Q 里面，我选中这一组灯，我首先啊激活这个亮度，因为现在你推起来以后啊，它这个编程器内有一个输出数值，不是有一个输出在舞台上的数值，你只要激活它，那它既然它的数值就会被激活出来。你看现在有数值，我激活一下，我激活一下颜色，激活一下这个，激活一下这个 Gobo 没有啊，把 Gobo off 掉。激活完以后呢，其实你拉下这个 Q 以后，灯也还会是这样亮着的，因为现在编程器内已经有了这个数值。那我现在需要把这个颜色换一下，换成这个颜色，然后棱镜我需要把它关掉，
换成这个棱镜啊，这个时候我要覆盖这个序列，我点保存，点它覆盖，覆盖完以后呢，这一个就是一个刚刚我们所操作的一个全新的一个 Q 啊，全新的一个 Q， 这就是覆盖。那我们来讲合并，那我选中这个灯具，我把这个棱镜打开，我把这个棱镜给它关掉，我把颜色给它换成红色，我按保存键到它这里，它选择合并以后呢，将新的这个红色数值跟这个棱镜啊已经合并到这个 Q 里面去的。那我打开这个 Q， 你看合并到这个 Q 里面去了以后，这个 Q 就拥有了一个最新的数值，就合并进来了。那我们讲移除属性，移除硬值，我们选中一半灯吧，一半的灯具啊，一半的灯具，要激活一下位置，激活一下亮度。如果你想全部激活，那你就点 Please 两次，一二 OK， 点两次，这里所有都被激活。这时候按保存键，按保存键，按了保存键啊，按了保存键，这里会变红色，很多红色，你可以看到，可以修改很多啊选项。我们点它，保存点它，我们点移除属性，移除硬值，我们清除一下啊，你看到没有，我刚刚选中那一半的灯把所有的东西都被移除了，那这个 Q 里面就不再包含这些灯具了。我后退一步， Oops 啊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可能只想移除后面的这些属性，这个亮度我留着它，那我把这个亮度双击取消了。这些属性选中以后，只有亮度没有，那我按保存键也一样移除，我们清除一下。灯具还亮着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只移除了它们的这个属性，我亮度属性并没有移除，所以亮度还保存着。那比如说我再后退一步，我再后退一步，后退到刚刚操作的时候，我把位置也给它取消，激活只激活它 Gobo 颜色 Beam 这些东西啊，再保存移除，清除一下，你看是不是亮度跟位置还依然保留了在这里啊？所以这就是移除硬值，这就是移除硬值啊。来，我们讲一下啊，跑灯这个移除跟踪值，我们选择它，把它变回来，变成跑灯。啊，我们把这个打亮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你看，它第一步的时候，第一步亮；第二步亮的时候，第一步还亮；第三步亮的时候，一、二步都亮。以此类推，它所有的跟踪值都慢慢的跟踪到了这里面的所有的步数里面。啊。但直到最后第六步的时候，跟踪就被释放掉了，又从第一步开始，没有循环啊，那就说明一跟二，二跟三，三跟四，四跟五，这样跟下去。那我们需要移除它，首先我们要对它进行操作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先选中它，选中它啊，选中它，让它变成有一个绿帽子，它戴个绿帽子，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操作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做一个红功能。我做一个红功能，假如输出的 if please 就是if please 假如输出的啊，假如输出的 at 灯具两次，灯具两次，点 at 点灯具两次，要确定。再下一个啊，给它开个100的亮度，像这种跑灯的话，一般的属性都激活了亮度。有了这个以后呢，就可以当我把第一步推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假如输出的在这舞台上的，然后被我选中，被我选中以后激活它的属性，然后再开它一个100的光哦，我防止它没有习惯性，有时候这个可以不用要，我是习惯加了一个 at 100啊，我把第一步起来，好，一点，你看亮度被激活，灯被选中。这个时候呢，我点保存，对吧，因为第一步跟第二步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，第一步跟到了第二步，那我就要保存到第二步 Q2， 确定
移除。那我现在走到第二步，那我又激活它，我要保存到第几步？保存到第三步，移除。到第三步以后，我又激活第三步的东西，要保存到第四步。啊，这就是移除跟移除跟踪值。比如说，你看，我们现在先一步一步来试一下。我们从第一步开始，一不跟了吧，不跟了吧，后面还跟，因为后面没有移除。这个跟踪值移除有什么作用呢？也就是说，如果有时候你编程啊，不只是说要全部移除，因为你使用全部移除的话，那全部就会全部的跟踪值都会被移除掉，你预埋的位置呀，或者预埋的一些颜色啊，都用不了啊。那编程为了方便，可有时候很多上半部分跟踪下来的东西，我就可以不用管它。那假设我做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，比如说我选中这一组灯，我按开关，我调个位置，好，我调好位置以后，我保存第一步。如果我现在第二步我要这个 Q 换个颜色的话，如果它并没有把位置跟颜色跟踪进来，那我就需要怎么样啊？激活颜色，激活位置，激活它。那我现在它既然能把 dimmer 跟位置跟踪下去，我只需要把颜色一改，我按保存。啊，那我第三步我想开个棱镜，那我也只激活了棱镜，我又保存。啊，那我第四步我想换个颜色，我又保存。那也就是说，第一步拥有灯具的亮度、位置，第二步拥有灯具的颜色，第三步拥有灯具的棱镜，第四步更换了颜色。那我第四步其实我就只调了颜色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在编程中有了跟踪数值，你可以变得很快进行灯光变化。啊，这就是跟踪。有时候跟踪的时候呢，可能会移除某一部分灯具，并不是所有的灯具，这就看你使用中怎么使用。啊，这一章节呢就是场景、序列、跑灯的区分跟覆盖、合并还有移除。好，谢谢大家。